老领导。嗯。什么大不了的事让您亲自跑一趟？打个电话我去不就行了吗？这是要不紧张到这份上，我也不敢把你从常委会上给拽出来。哦。哦。那看看。这报告是我逼的康明生写的。按说呢应该他交给你。我是想给他个回旋余地，所以我来交。你好好看看啊，我先走了。啊，你好啊，孙秘书。啊，转告孟书记，我马上就到。是的，这个刘仲就不是能不能够提拔的问题，而是还能不能够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的问题了。不过呢，对于康明生的这份报告，部分常委也是有一些议论。嗯，是不是对这份报告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啊？啊，那倒不是，他们主要是觉得吧，康明生递上这份报告的时机有点太那个了。太那个了？你想啊，就在两个人竞争一个副市长位子的敏感时期，这个康明生却递上了这么一份报告，对于他的这种做法，他们表示不敢苟同。他们认为啊，一个副市长的位子，两个竞选人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你看啊，就在考察组去安和的当天，这康明生也突然到了安和，而且呢，就让他遇见了这么一件触目惊心的事件。这是不是有点巧啊？这是其一。第二呢，从林松回市里面，那省道国道那是一条直线呢，他绕到安和去干什么去了？而且还偏偏那么凑巧。第三呢？他会市里边已经好几天了，这份报告早不递晚不递，就在常委会讨论刘仲和安和的时候，他的这份报告却递上来了。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太巧了？所以呢，这么多的巧合碰在一起，他们不免觉得有些疑虑。你怎么看？坦率地说，我也有同感。但是我的疑虑是考虑一个干部是不是能够健康成长，并不针对康明生的报告是否真实。当然了，康明生呢年轻有为，他希望进步，希望承担更重更多的担子，这是好事儿，我们应当支持。但是我并不希望他会采用一些
不健康的手法。嗯，老刘，我承认你的疑虑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考虑的关键。我觉得关键是要尽快的把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调查核实清楚。所以我的意见是，马上派调查组下去，剩下的事以后再说，好吧？好，我来安排。进来。好，孟书记，关门，坐吧。喝水自己倒。小明，到我这儿来一趟。进来。刘书记，您找我。上岭村那件事情，最后你是怎么处理的？啊，我认为还比较圆满。你怎么个比较圆满？是这样的，我跟四海交化的那个丁总啊，说了这个事儿，他很有大局观，主动把这个责任啊揽在身上了，二愣子呢，算作他们厂子的员工，顺理成章的就按照工伤死亡处理了。顺理成章？啊！谁让你这样做的？谁给你的权利？你这叫越描越黑，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是有人拿这件事情做文章，把我告了。就这样啊，一个鲜活的山里汉子摔到山下去了。这种事儿，上岭每年都在发生。我就不明白了，安和县城修得很漂亮，啊，几条主要公路也修得非常好，乡级公路四通八达，可就是从下岭到上岭，这短短的2.5公里的路，为什么？为什么会被人忘掉呢？你的意思，这条路之所以没修，是有人为的因素。这个我不能贸然下结论。我只是觉得安和县是以修路闻名的，不应该再有这样的路。好，现在请你回答第二个问题啊。你是不是想过要隐瞒这件事情？
是或者不是。是。可是我是想，理由不用解释了，傻子都明白。顺便问一句啊，你去安和干什么去了？这个问题还需要考虑吗？我是想，我原来啊，我是要到红桃岭去找我的大学同学潘来山潘校长。我想搞清楚上岭的枣为什么要比林松的好。还有呢？还有就是顺便给老人孩子带回点长城线。你知道你跟刘仲这次都被列为副市长的考察人选了？我知道。怎么看？我从来没这个奢望。为什么？因为从账面成绩上来看，我望尘莫及。账面成绩就是 GDP。 市委考察组去安和考察了，你知道吗？事先不知道。那是你的大度。也许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凡事啊，都是有变数的，不到最后一刻，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哎呀，老王，康民生已经把这份报告上呈到了市委常委，调查组马上就要下来了。我呢，想跟你说的是，调查组一旦下来，我出面是不太合适的，你呢辛苦一下，全程配合调查组啊。你是我的老大哥，咱俩在一起搭档合作这么多年，我比较了解你。我呢不希望你上天演好事，我只希望你一是一二是二的让他们了解我在安和的所作所为就行了。你放心，你在安和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该说什么我心里有数。这个意外事件抹杀不掉你在安和的成绩。刘书记，王县长，调查组来了吗？来了，没进县里头，直奔上岭村了。红牌的机会都不给我，直接红牌把我罚下呀。帮帮你啊！别害了我，就讨好我。谁讨好你了？我看你心事重重的，别把袁和姐弄混了。那还至于？孟书记为什么问你去袁和干什么？有人进谗言了呗。那实际上呢？事实上，要是换了我，我也那么想。刘仲会怎么样？哎呀，我这好不容易安静会儿，别再谈安和的事儿，好吧？好好好好。
我不找你烦啊。是我。哎呀，忙晕了。你有什么事吗？有事儿。哎，你再给我弄几箱那红枣饼的大枣吧。上回那几箱都让人抢光了。我们办公室小张明天结婚，你再给我弄几箱啊。我跟你说啊，你以后不要再提红枣的事儿，好不好啊？啊？不就是一箱枣吗？你至于这么火冒三丈的吗？我跟你讲，火冒三丈，我还想火冒十丈呢。为了那些破红枣，我让人给告了。哎呦，什么副市长、县委书记，恐怕都得撸了。老王，是我。怎么着，刘仲那是不是出事了？进来。王县长。啊，夏明，坐。哎。王县长，我觉得他这一关很难过。直接去了红枣岭乡和县医院、县交通队、县公安局等地，具体走访了包括乡长在内的24名知情人员。
我们还走了一趟那条被视为阎王殿和鬼门关的山路。初步调查，康民生同志在报告中反映的问题真实可信，没有夸大其词，完全实事求是。同志们，就在几天前，我们的考察组同样也交来了一份可以说是热情洋溢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称赞刘仲同志是一个业绩非常优秀的县委书记。可是谁能想到，就在这位被称为修路书记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因为路而造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流血死人事件。让人痛心的不仅仅是因为道路艰险而摔死了人，而是面对那位被摔伤的百姓的时候，当时在场的我们县机关的领导干部的车有十几辆，居然没有一辆肯伸出援助之手去挽救他的生命。我想请问在座的同志们，什么样的领导干部才会教育出这种如此不顾百姓死活的司机来？什么干部？另外，我想问同志们，在座的有谁没有吃过红枣岭的红枣？我吃过，我每年都吃。可是包括我在内，又有谁能知道生产红枣的上岭村的百姓们竟然是生活在那样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谁知道？我不推卸责任，我第一个检讨。所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死亡事件，同志们，它暴露出来的是我们围观者的道德良知，是我们围观者的责任心跟责任感。谁呀？爸，我回来了。回来了，吃饭了没有？还没呢，等着回来跟您吃呢。哎，那个检查身体的结果出来了吗？怎么样啊？结果出来了，这个除了血压有点高以外，其他是一切正常。哎，我怎么听着你好像盼我有点事儿一样？瞧您说这话，我哪敢啊！现在不是都兴喊那个万岁吗？我就特别希望你福如东海，万寿无疆，寿比南山。我可不敢，我可不敢。哎，问你啊，那个，康明生最近怎么样？这小子怎么到现在连个电话也不给我打？宁一时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还不允许人家有点小情绪、小不满？他还不满，我还有情绪呢。爸，你每次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你不要总是像教训孙子似的，多不好啊！哼，我没抽他，就算给他面子了。哎，怎么样？是不是他最近又跟你发什么牢骚了？他可没有啊。嗯。哎，爸，我有件事情啊，想要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那么根据刚才所谈的，我个人的意见是，立即请组织部门派专人进入安和县，同时请安察局介入调查。另外，请刘仲同志回到市里向组织部门说明情况。那么至于安和县的工作，暂时由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希光同志代理主持。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意见？没有意见，散会。
丫头，你以为县一级的领导是那么好当的？啊，在我们这个国家体制当中，可以说县级领导的工作是最难做的、最艰苦的，也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国家最不可缺的一个环节，不是谁谁都可以干的。哦，我知道，我知道。爸，你给我做报告的时候样子特别可爱。其实啊，我就是想到基层去锻炼一下，让自己提高提高思想觉悟。这个要求我支持，真的，到基层锻炼大，哎，比坐在办公室强多了。坐在那儿真的没什么出息，啊。哎，爸，那你觉得我去哪儿合适啊？我想想啊，哪儿好啊？除了林松嘛，你哪儿都能去。为什么呀？你说为什么？我不知道。不知道？哼，不知道？你给我装傻吧你！我跟你说，王源不是回来了吗？我看那样子，他也不想走了。嗯，他和康明生是原配。现在孩子就这么大了，康明生再不怎么样吧，哎，他还算是有情有义的人。到时候他们俩真的要复婚了，哎，你怎么办？啊？你呀，到时候连哭的地方都没有。不可能。那怎么会不可能？你听我说，文燕她回来，她有什么想法，那是她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再说了，人家康明生也不是这样想的呀。总之，不管怎么样，我是相信他的。哎，好了好了，我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上去了。干啥呀？哎哎哎，你还有什么事儿？康明生他下午就要订婚了，我是媒人，我当然要参加了。什么？订婚？跟谁？林松的合作项目下午要签约，我是中间人，现在明白了吧？你啊，就那么逗啊你，下到血压都真高。再见啊。哎，咱们一言为定，好吧？哎，您慢走啊！啊，多谢多谢。慢走。再见再见啊！这次招商会能够取得成功啊，你功不可没，太有才了。别跟我在这儿甜言蜜语了，该贡献的我可都贡献了。说吧，怎么报答我？根据我们林松招商引资的奖励办法，啊，凡是有功人员，都可以得到一笔啊非常丰厚的啊数目巨大。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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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拿了你的回扣，你还怎么在林松混啊？你我真给你啊，我就随便说说，你还真当真？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可得当真了。什么呀？文燕。是是，他这次回来，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啊，他肯定不是为了项目而项目。嗯，如果做生意，他也不会选择像云岭这种欠发达地区。你可跟我扯远了啊！我是问，你怎么感觉的？他，想跟我复婚。他跟你谈过了？没。我们俩之间啊，一起生活那么长时间，很多事儿不用谈。我知道，文家对你恩重如山，而且你们中间还有一个乐乐。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不够啊？那三个月，我给你三个月的缓冲期。我不想看着你两头受气，更不想成为你的负担，懂了吧？
林主任。你好，刚才在会场里听了您对林松的情况介绍，我很感兴趣，你看能不能跟你进一步再聊聊？请问你是？哦，我姓李，是地球卫士纸业的总经理。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吧。啊，是这样，我们董事长对康书记和您啊闻名已久了，而且非常的赞赏您在林松推行的绿色产业理念，我们希望能够在林松投资办厂。办什么厂？当然是造纸厂了。你们林松的投资环境还是不错的，我们公司呢准备在林松办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的造纸厂，希望您能跟康书记推荐一下。造纸厂，凡是对环境有污染的我们都不会同意的，别说是康书记了，首先是我这关就过不了，不好意思。哎，林主任。董事长，从他们的态度来看的话，您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不管康书记还是负责招商的林主任，他们都能够把环保放在首位。对，可就是我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他们给拒绝了。这样吧，我看能不能跟康书记啊直接的聊聊，把我们的石头纸技术呢跟他们好好说说。好，我马上回去。文燕儿，我金花对你们怎么样啊？啊？我们家老刘做了什么对不起康明生的事儿了？是挖了祖坟了？丢你们家孩子下井了？他要这么害我们家老刘？你进来说好不好？康明生见到我们家刘仲，一口一个兄弟的叫着，关键的时候啊。能干出这么卑鄙的事情来，他不就想当一个副市长吗？他自己有本事去当好了，干嘛呀？还要置于别人于死地，爬着别人的肩膀往上啊？不是，你听我说好不好？文燕儿，你跟我说实话，这事你早就知道是不是？是不是？那天我给你送枣。你说你胃口不好，吃不下去。其实你心里头是憋着跟你们家先生一起害刘仲的，是不是？是不是？你听我说。听你说，说什么？门对门的住着，我把你当姐妹，刘仲把康明生当兄弟，你们就这么往我们胸口上捅刀子，这良心还是不是肉长的呀？啊？文燕，你听着。我们家刘仲已经被你们踩下去了，刘仲已经被他们两口子踩下去了，我姑奶奶这张脸也不要了。今天我把话给你撂这儿，我金华跟你们死磕到底，你记着。
我不饿，你和老王去吃吧。别啊，你好歹吃点。你们去吧。小明啊，啊，在我这个书记没有病免职之前，你能不能给我派辆车？看您说的。您要去哪儿啊？上林村。刘仲，你能不能管住你们家金花啊？啊，她是县委书记的老婆，有点素质好吗？别问我，你去问她去。欺负老人孩子算什么本事啊？有能耐让他们都躲开，咱们俩面对面，我奉陪。妈，你说是不是应该把金花也送神经病院去啊？金花才这么闹，说明他没有修养啊！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啊！嗯，你少说话吧啊！人家让人静养呢。干嘛去啊？这孩子，你去看看啊。